辛苦我们的场控老师哈，来报一下我们的蛤蟆兄弟队的队长还有队员们。真的是非常非常紧张激烈刺激的比赛哈，最终还有一个大众评审的一个打分情况，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哈。狠狠的期待住了，我感觉我现在都已经是热血澎湃的，我心里。而且每一首歌真的大家选的都特别好，特别适合自己，真的竞技性也拉满了， 对不对？真的每一首歌感觉都非常好听，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我们后面紧接着我们出来的蛤蟆兄弟队。对，还有继续后面的五门八派队、火力全开队、七星协力队、北雪宫的 Plus 队，还有点东西地心引力队，相信都是非常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一些改编，能给到大家一个非常好听的一些歌曲。透过魔镜我也可以看到这个水怪被打得节节败退，说明每一首歌都是非常优秀的，并且每一首合唱都是没啊能够唱到我们心里的。快没牙了是吧？刚才还有个薅头发的，我不知道是谁薅了我头发一把。还要把什么东西给你摘了啊？好 ，OK OK， 现在先别送啊。大家稍等一下，五分钟计时开始的时候再开始送。五分钟计时说完之后，咱们宝子们在这个咱们在网上送礼物和点赞好吗？对的，同时请咱们的民众啊，如果误触了申请连麦的话，大家取消一下，同时关闭了咱们的摇一摇功能，好吗？对，好，谢谢大家，辛苦大家，谢谢大家了，谢谢大家的配合。那么即将就要到我们的蛤蟆兄弟队的演唱了，蛤蟆蛤蟆，来吧，有没有信心晋级下一轮？有有有，必须得有。那么我们蛤蟆兄弟队的队员以及我们的队长准备好了吗？马上就要正式开始了。无论成败，我们要把这首歌的精神留下来，加油！对，好的，那么五分钟倒计时开始。我点不上，我依旧、哦、OK。再见我的爱 I wanna say goodbye， 再见我的过去 I want a new life， 再见我的眼泪跌倒过失败，再见那个年少轻狂的时代，再见我的烦恼不再孤单，再见我的懦弱不再哭喊。 Now I wanna say hello hello， 我的未来生命中的点缀，过了多年我才读懂了家人的眼泪，发现原来自己没有说再见的勇气，离别的伤感感染了漫长的空气，失去后才知道那些有多么的珍贵，亲爱的朋友们是否已经展翅纷飞，不飞的告诉怎么开阔自己的视野，你已经长大了快告诉全世界。可好去冷冷大特大可去去怎样被父母挖海最爱听的地方回到海港，从来都不会感伤自己的眼光太老远的并且从这个麦色发冲浪选择放弃，是 just living a life 对生命有自己的爱，道路漫长无法将我存在光芒掩盖，可一直做好准备奋斗起每个月夜，相信奇迹的彩虹就在那个天空。
蛤蟆兄弟祝所有高考学子不惧挑战，势不可挡。哇去，奈何本的没文化，太燃了！我的妈呀，真有我的天！耶！哇，今天晚上真的是，我们也借着听觉盛宴，一波又起。我们也是想借这首歌，然后马上过几天就要高考了嘛，希望我们的学子们一定要加油啊，向前冲，越来越好，冲啊，冲！感谢我们蛤蟆兄弟队的真挚的祝福。那么我们的点赞时间还有最后的20秒钟，宝子们还有20秒，咱们可以再往上冲一冲。目前是1958，看不了了，这好多点赞，谢谢宝们，谢谢大家的点赞，谢谢谢谢，辛苦大家，谢谢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大家，加油吧！好的，最后的3秒钟，3、2、1，5分钟点赞，接着。再次的感谢大家的点赞，谢谢谢谢，辛苦了。是的，我们的蛤蟆兄弟队在选这首歌和在配合这首歌的中间有没有发生一些什么有意思的事情和碰撞？这得问王哥。王哥，问王哥。公屏上好多都在问这个高音是谁唱的，来，麦老师。就是家里面是尽量少唱，这歌老费嗓子了。真有劲儿，真有劲儿，太有劲了。好的，我们后台也是在努力的统计我们的最终的一个比分和点赞点赞数量，还有我们的音浪值哈，大家稍等片刻。就是希望用音乐给我们的高考学子们，还有我们的所有的宝子们、观众们，给他们带来力量。对，这首歌我们也稍微设计了一些小亮点，包括我们乔老师的性感粤语低音，性感粤语，对，对对，然后哎，就是当时这首歌分词啊设计的时候是谁的想法，还是大家一起的想法？我们一起碰出来的，一起碰出来的。哇，太厉害了，太牛了，太牛了！好的，我们的晋级计分表已经出来了。那么5分钟开始，点赞数是16.2，最5分钟结束，点赞数到了2086.3，实际点赞数是2070.1哈，恭喜拿到一个点赞满分，辛苦大家，谢谢谢谢，辛苦辛苦，谢谢。五分钟开始之前的音浪数是3.8，5分钟结束之后的音浪数是119.2，最终的实际音浪数是115.4，也是拿到了一个满分的一个音浪分，恭喜我们的蛤蟆兄弟队，恭喜恭喜，蛤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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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什么结束语？结束语说完了，蛤蟆蛤蟆 ，OK， 蛤蟆蛤蟆。好的，那么就要继续我们的比赛，比赛继续往下进行。下面即将登场的是我们五门八派队，有请我们的队长崔十八，还有他的队员们。哎，大家好。OK。好嘞，为什么想跟着喊两嗓子？哎，就是有这种魔力，你。哎，真的有哎，真的有，这就是声音和音乐的魔力。哎，我是水怪，我又来挨打了，崔十八老师。OK， 准备好了吧？OK， 来吧。那么准备好的情况下，我们五分钟倒计时，现在开始。OK， 那么我们一首《天下》带给大家，来。桃沙，遇见他，如春追影梨花。回旋断天涯，生死轻放下。梦中我咫尺牵挂。过不过江山往后，关不关万事千愁，求只求爱化解这万盏红尘纷乱永无休。爱更爱天长地久，要更要似水温柔，谁在乎水煮春秋。一生有爱何惧风飞沙，被白发留不住芳华。豪取江山如画，万代少年如画，抵过这一生共牵挂。心若无缘爱的也随他，天地大情路永无涯，只为他守天下。
桥上往后，管不管万事千愁，求只求爱化解这万丈红尘纷乱永无休。爱恨爱天长地久，要恨要死谁温柔，谁在乎谁主春秋。一生有爱何惧风飞沙，悲白帆留不住繁华，抛去江山如画，换他笑面如画，抵过这一生空牵挂。心若无怨，爱恨也随他，天地大，情路永无涯，只为他守守天下。一生有爱何惧风飞沙，悲白帆留不住芳华，抛去江山如画，换他笑面如画，这一生空牵挂。心若无怨，爱恨也随他，天地大，情路永无涯，只为他守守天下。风烟起，寻爱似浪淘沙，遇见他如春水一缕，挥剑断天涯，相思轻放下，梦中我痴痴牵挂。OK， 这就是来自五方神仙们的碰撞吗？ Okay. 好听，好听，啊、好听。哇，谢谢谢谢，太好听了，太好听了。奥迪盖呼叫计时器还有多久时间？计时器还有，我刚刚还有五十秒，还有五十秒，家人们，刚才谁薅我头发？谁薅我头发？谁薅我头发？谢谢大家，谢谢。还能再薅一会儿吗？能不能穿两句了？哎呦，我跟你们讲，就给我打上一张嘴。我属于是踩了你一脚，感觉头上已经没什么好地方了。咱们讲会儿。就真的，你们把我打，就剩这张嘴，我还可以骂人。好了，最后的三十秒钟，最后的三十秒，家人们，咱们还可以再往上顶一顶。三十秒，大家再点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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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OK， 太绝了，这个和声还有哇，公屏上全是好听啊，感觉只有两个字好听，我还有俩字，我去。哈哈哈哈哈！了 ，OK 了，也是情感的表达了。好的，还有最后的五秒钟，四、三、二、一 ，OK， 我们五分钟，现在到游戏的，感谢大家，谢谢，谢谢，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谢谢，光光厉害，厉害，五分八分八派，赢得比赛，加油，加油 ，OK，OK。那么这一首非常好听的这首歌啊，我的天空，有没有什么就在创作过程中、改编过程中有什么趣事啊？这歌不叫《银河邮差》，这歌叫《银河邮差》。什么？这歌叫《银河邮差》。我知道叫《银河邮差》呀。好的，真的吗？还有没有可能叫《知我》呢？就是哎呀，我说实话，这首歌其实应该叫做《Say Something》啊，《Say Something》。哦，有那么难猜 ？OK， 这个叫《海棠又落微雨时》。啊，好了，公羊，我们的分数已经出来了啊，我们晋级在不是这第二场五门八派，五分钟开始点赞数2363.7，最终结束点赞数是5155.6，最终点赞数是2791.9，目前最高一个点赞数，满分的点赞数。好的，五分钟开始的音浪数是0.0549，结束之后是115.4，最终是音浪数115.3451。恭喜我们的五门八派队又拿到了一个双满，恭喜 ！OK， 谢谢恭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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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呸！这首歌的创作过程中，十八老师那个饶了还是放了个屁吗？他跑了。估计跑了，正在采访，没事可以公屏告诉我，告诉大家哈。好的，那么我们即将进行演唱的队伍是我们的火力全开队的一首《马不行》，有请我们的队长和队员们跟大家打招呼来。OK，Hello， 我们是火力全开，火力全开，激情飞扬，超越梦想，挑战极限。我再唱辉煌，火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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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OK， 这回接上了。好嘞，好的，那我们队员们和队长，我们都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好的，那么我们五分钟倒计时开始。OK， 结果，纯爱少年们登场，入我相思门，知我相思苦，一首《妈不行》送给你们。凌晨的风是种一只情绪，它会对着我去游过你的回忆，思念很痛，我却不能喊停，反复撕裂的心你是否有感应？那些熟悉的街角我习惯绕道，你像水微调还没蒸发掉，可像当初都有你的记号，我无路可逃，我快忘记呼吸却还忘不了想你，已经无药可医，怎么都好不行，你却能决心留我留在原地。我不想再困守原地，看着曾经照片的甜蜜，我天真的以为我没有遗憾的，为了爱情延续，我不再是你的紧急联络人，担心你安慰，往后没有你的夜里我自己和自己干杯，可能我对你的爱太紧才沦落成为了替代品，但在我的爱情地带里也没人能够替代你，哪怕潮湿个漩涡我愿为了你沉溺在里，谢谢你在身边的陪伴，教我如何去爱你。 Love， 凌晨的风是种一只情绪，他会对着我去游过你的回忆，思念很痛我却不能喊停，反复撕裂的心你是否有感应？那些熟悉的街角我习惯绕道，你像水微调还没蒸发掉，可好像当初都有你的记号，我无路可逃，我快忘记呼吸却还忘不了你，心这弹丸之地却融得下意，已经无药可医，怎么都呼吸却还忘不了你，心这点完之地只容得下你，已经无药可医，怎么都还不行，你却能铁了心留我困在原地。一首《妈不行》送给你们 ，OK，OK，OK。也谢谢我们的火力全开队啊，骂醒了我。So good, so good， 感化了我这个水怪，我再也不骂人了，我被感化了。好听好听。好的，那么咱们的时间还有最后的三十秒钟，家人们，怎么可以再往上顶顶？是的，再顶一顶。是的。干重启，马上又要重启，又要重启，重启，动什么？动手，动手，动手！招式加图，你们在吗？动手，动手！动手，动手！一重启的话，魔镜受得了吗？魔镜啊！
一天重启这感觉得重启四五次我得。哎，好的，时间还有最后的五秒钟，四三二一 OK， 我们的五分钟计时到此结束，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点赞，谢谢你们，谢谢，谢谢大家，大家喜欢可以给我们点上那么一个关注，再次感谢所有宝宝的陪伴支持，谢谢大家，谢谢谢谢谢谢谢宝宝们，谢谢多嘴多嘴。是的，我们今天的这场比赛呢到这里还要继续，我们就我们后台的工作人员正在统计我们最后的一个分数，大家稍等片刻。好的，我们已经出来了，五分钟开始的音浪数是0.0162，最后的五分钟结束音浪数是130.5，最终实际音浪数130.4838，恭喜拿到一个音浪分的满分。好的，五分钟开始之前的点赞数是5442.2，五分钟结束之后是7250.3，实际点赞数1808.1，恭喜我们的火力全开队拿到了一个点赞分的一个满分，有一个双满，恭喜，恭喜，好，谢谢谢谢，恭喜恭喜，又是双满，恭喜恭喜大家，恭喜啊，谢谢谢谢，全部都是双满哈，那我们期待一下我们下一队的一个发挥哈，就是来自我们齐心协力队，由我们齐玉老师带领的齐心协力队，欢迎他们。好的，辛苦我们场控老师报一下，快点快点，哎，好的，我们首先来有请我们的队长和队员，来再来一遍，来再来一遍吧，再来一遍，我来找一个啊，来，我找一找，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齐齐心齐，来来，二一，齐心协力，创造奇迹，报答水怪，再创佳绩。OK， 我有点多余，说再喊一遍，非常整齐，非常整齐，家人们，非常整齐，太整齐了，还来吗？还来吗？来，再来一遍，可以了，可以了，水怪可能有点受不了了，我感觉非常帅，我现在就剩一张嘴了，现在。OK， 那么问一下我们齐心协力队长以及队员们都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 ，OK， 好的，那么我们五分钟倒计时现在开始。好的 ，Party 啊，那么我们开始。你清澈又神秘，在贝加尔湖畔。你清澈又神秘，像贝加尔湖畔。在我的怀里，在你的眼里，那里春风沉醉，那里绿草如茵。月光把爱恋洒满了湖面，两个人的篝火照亮整个夜晚。多年之后能和你手牵着手，可是时光匆匆，流水如般游走，我们的脚步变换交错，却无法回头，缘分到了尽头，只能做普通朋友。你说这一生一世有多少的你我，埋在深处的记忆也锈迹斑驳，多想某一天往日能够再次浮现，就像我们流连忘返的贝加尔湖畔。多少年以后，那变幻的脚步让我们难牵手，这一生一世有多想你我，不够将你融化冰雪的深情，多想某一天往日又重现，我们流连忘返在贝加尔湖畔。多少年以后，往事随云走，满纷飞的冰雪容不下了温柔，这一生一世这时间太少，
和证明融化冰雪的神奇。就在某一天，你忽然出现，你醒着有神秘，在贝加尔湖畔，你清澈又神秘，像贝加尔湖畔。OK 啊，嘿，好，这样的一首是贝加尔湖畔。我看谁赢了，点赞够了吧？我们再点点赞。好听，好听。点赞够吗？点赞够吗？点赞。点赞够不？咱们还有一分半钟的时间，宝宝们，咱们还可以再点一点。来吧，开点！点赞之前是7439，来，我们看看最重的，我们能点了多少，好不好？7400，现在已经来，我们继续点赞，还有一分钟的时间。没错没错，我们点点赞，点赞人都很帅。哇，被黑化！家人们，小手指，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小手指动起来，小手指头。然后这首歌的话 ，YB 老师你也点，我点我点，因为我很帅。重新编曲的一首歌，对，是我们重新编曲的一首歌，然后是的，改编版贝加尔湖畔，对，嗯，这个中间创作一定会就都是集合了所有人的一些想法吗？曲月老师，对，因为我们是就是因为有 rapper， 然后我们声音又比较柔和一点，所以要加到不一样的元素，对，突出每一个人的特色，对，这样的，看来在整个歌曲的编排过程中也是费了一番心思啊。对，那是必须的。有人比较清澈，有人比较清澈，有人比较神秘，有人比较帅啊，帅，帅，就是我帅。点赞够了吗？给到，我不知道。好，时间我们咱们还有最后的十秒钟，咱们也可以再点一点，再点一点，家人们，点赞够了吗？点赞，最后的五秒，五、四、三、二。耶、yeah, ，OK， 我们的五分钟倒计时结束了。OK，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OK， 好的，我们的后台正在统计中，感谢大家的点赞，谢谢，还有礼物支持，谢谢。目前的我们的音浪叔应该是肯定会赢的。我爱你啊，我也爱他。爱水怪吗？是爱水怪老师吗？爱水怪要一起挨揍，我这挨揍，我真的有跟我同甘共苦的人，我太开心了，我。但最后的结果就是咱俩都剩一张嘴。好的，我来公布一下最终的一个计分情况哈。首先是五分钟开始点赞前，这个点赞数是7439.6，五分钟结束之后是8842.2，最终点赞数是1402.6，恭喜！辛苦大家。五分钟开始的音浪数是0.0297，五分钟结束的音浪数是128，音浪数是128.2703。我们的音浪分也是拿到一个十分的满分，恭喜双满，恭喜，谢谢。好的，一首非常温柔的、非常感化水怪之心的这个贝加尔湖畔送给大家，希望大家喜欢，点上那么一个关注哈。我们比赛继续进行，那么下一队就要来到了我们北雪公主 Plus 队。没错，我觉得在这个时间我们得去确认一下，因为马上临近9000万点赞了，宝子们太厉害了，感觉又要重启了呀，我的妈呀！哎呀，第三次重启，2024年5月28号，又达到了一个辉煌记忆点。没错，我感觉这个点赞加起来得，都十个亿了吧，差不多十个亿。哇，可太有了，太有了。好的，那么好，咱们继续啊，不重启，我觉得还有还有实力，咱们可以破个一亿多了，是不是？后台的数据是可以实时记录所有的精确数据的，大家放心啊，我们的数据一定不会有问题。好的，那么正式开始啦，我有请我们的北叶和我们的北叶的队员们，北雪公主 Plus 队。OK， 可以听到我讲话吗？可以的。OK， 那么我们就直接开始吧。OK， 直接开始吗？好的，那么我们五分钟倒计时开始。思念化成风，划破了真空，闯进我的梦里。
聚散的正义，离合的定义，那未解之谜。你凭什么不给一个理由，然后把我抛弃？你的火眼金睛看不出我眼里的犹豫，还不能够从你的梦里苏醒。我还没有缝补受伤的躯体，迫不及待问你，问你是否留下我的足迹。还来不及问风带我去哪里，越过那个彼岸是深埋谷底。我有一个问题，问题哪里可以找到你。化成风，划破了长空，闯进我的梦里。聚散的正义，离合的定义，那未解之谜。你凭什么不给一个理由，然后把我抛弃？然后把我抛弃。你的火眼金睛看不出我眼里的忧郁。Let's go。没有你在外，问是我吗？你是该忙就还是做那？世界尽头只剩下灰烬，灵魂深处也不会再有火花。你我之间留下了什么回忆？定格灰色还有吗？你的离开，掌控了全部，只剩的躯壳，一切都被抹杀。你自的美酒，其实里面都是毒，倒不如早出毒，放一把火烧了这幅图。吃了我吃不了的苦，享了我享不了的福。想问风何处住？从风线吹熄我的足，还不能够从你的梦里苏醒。我还没有缝补受伤的躯体，迫不及待问你，问你是否留下我的足迹。还来不及问风带我去哪里，越过那个彼岸是深埋谷底。我有一个问题，问题哪里可以找到你。曾有太多问题言语在风里，也来不及问你就像做梦的飞鱼跌落进了废墟，谁也不想为你，谁还不是为你。总在好奇，那我这次告诉你，我们沙里只是随风而去，可我并没在意沙里划伤自己。把这一首《问风》送给大家，来，我们再说一遍我们的口号吧，好吧？我们对面开个麦，对面开个麦。等会儿，等会儿，哥，开的来。哎，哎，弟弟，弟弟开麦，弟弟开麦，哎。哎，喂喂，冠军奖杯，白雪公主，白雪公主，破了。OK 了，家人们，直接是点到1亿赞了，感谢大家，谢谢，1亿300万了，再谢谢大家，谢谢，咱们的时间还有最后的20秒钟，还有20秒，谢谢，最后的20秒，我们坚持住，我们把赞再往上点一点，然后我们就要重启了，没错，是的，是的，哇，这首歌太燃了，太喜欢这五个人了，哇，怎么会这么好听，哇，太帅了，家人们，哇，我们到底是哇，太好听了 ！OK， 5分钟倒计时结束，辛苦大家。喂 ，Party， 确实是 Party， 这首《问风》啊，太猛了，家人们，这首歌真的全是荷尔蒙，全是荷尔蒙啊，设计的非常的巧妙，非常的好。好了，我们的后台也在统计数据了，太棒了，太棒了，嗯。哇，
多少？我们点赞多少了？多少？点赞线已经到达了。我们点之前是8963，8960亿了。现在是1.460亿多。1.400亿。点一样了，宝贝们。好的，哎、点一样了。宝贝们，小手累坏了吧？哎呀，宝贝。好，好的，公布我们最终的一个比分记录情况哈，最终的实际点赞数是1036.8万的点赞数，又是一个满分的点赞数。五分钟开始之前的音浪数是0.0066，五分钟结束之后变成了114.8，我们实际音浪数是114.7934，恭喜我们的北雪公主 Plus 队又拿到一个双满，恭喜。恭喜！ OK， 那行，恭喜恭喜！谢谢谢谢各位，谢谢谢谢，谢谢小宝儿，小宝儿，哎呀，累坏了，小宝儿，哈哈哈哈哈哈！累坏了，累坏了，累坏了，哎，小宝儿，谢谢小宝儿，谢谢。我们先下去了啊，给大家，哦，来，我们的场控老师，我们这个重启一下吧。好的，那咱们开始重启啊。